来，先跟大家问好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田约翰。好耶！你是第几次在这个周末音乐不断电表演？应该是第二，我记得是第五年了。对啊，好像第二次吧？啊，算第二次，应该是第二次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有看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表演。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最近就是我们预计在那个今年的年底会发出我们的新专辑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筹备中，在筹备中，而且在筹备中还特地来跟大家见面，是不是该给一下掌声？我觉得听他们的歌就有一种注满血的感觉，这是我对于田约翰的很真切的感受。当然，我觉得他们的时尚啊，在音乐上的时尚，或者是在音乐上面要给大家的东西，请大家细细的品味。那一样关注你们的粉丝专页喽。对，那我们就要把舞台的时间交给田约翰。我是田约翰，大家好。
谢。车窗不经意透露，用刹那动手的发红面容。同期的长舌像的告白寂寞，街上的人
家比较知道的一首歌，就是我们比较知道。对，刚刚那首歌靠上座位就是会收在我们的新专辑里面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我们旧专辑里面算是比较大家比较知道、比较熟悉的一首歌，然后也是最甜的一首歌曲，然后送给大家，留给你的我从未。专辑第二，应该算是已经算售罄了。对，现在是在算完售的状态。对，不过我们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说想要买我们的第一张专辑，所以。
所以我们就跟成品合作出了一张我们第二的黑胶。那有人有带耶，有人有带，哇，感动。对、就是那个黑胶。对，不好意思让你一举手。好，所以说那个黑胶目前是在成品的敦南店有贩售的，所以说大家有喜欢想要收藏的话，也可以前往那边去购买。那哦对，然后第二这张专辑就是黑子，我们就是走了两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们最近就在算是努力我们的新专辑，然后请大家稍微敬请期待，等我们年底应该就可以顺利的把它推出。对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来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第二的，然后应该算是也是比较多人知道一首歌。对，然后我们很少把它放在这么前面唱。对，我们很少把它放在这么前面唱。反正就大家嗨起来啊。对，反正嗨起来，嗨起来啊，降雨几率。我们的冬怎么游戏？熊风现最低的开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想到就是哦，有些故事想说。就是想到一起要这首歌，那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更多故事，然后例如哈，因为我在想哪一个故事可以讲，哎，都是不能讲，因为阿讲有很多故事就不能讲，哈，一些玩票性质，玩票性质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就是有些人不知道，可能会好奇这首歌在就是在讲什么，就是讲一下，就是降雨几率这首歌、就是。在说就这样，像我们都会为了怕受伤害，然后就慢慢的变得不敢付出你的真心，然后降雨几率这首歌在讲的就是真的遇到你觉得很棒的事情，很对的人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还是要敞开心胸去接受，然后就是享受这场遇见爱情啊，什么东西，所以讲遇见爱情的几率啊，对，就是往往从奋不顾身的那一刻开始，对，算是，对对对，要遇到对人，然后要敞开心胸，然后要勇敢去爱，然后要享受这个过程，是很不容易、很难得一件事。那我们就刚好最近有团员就是正在享受这个过程，我们就请他现身说话。太突然了！不是我，是我乱打。太突然了！你不要紧张啦，你是一直下好大雨的那种。对对，孩子下好大雨，雷阵雨。他最近还好吗？好啦，最近食欲不错，食欲很好啊，都变胖了，都变胖，幸福是不是？怎么了？还可以。我们的冬怎么游戏？群风声最低的开心，坦白不在想象里面，事与愿违就没关系。话题要跳跃的聪明，距离要暧昧而轻易，不管是谁先越了线，过了明天也该忘记。
唱吗？他都下雨，只留下也许。如果你同意，这次我们可不可以？送给大家，然后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重大，意义重大就是它是把我们集结在一起，然后我们这首歌是写了很久很久，对，然后你想要说什么？你讲到哪里啊？写了两年是吗？对，写两年，对对，就有一些故事的，大雨，有一些好大雨的故事。好，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 ，Angelina。
首歌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歌，然后也是跟我们这次专辑比较相关的，就是《城市浪漫运作》。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第二张专辑是以这首歌贯穿整张专辑的，然后都是在讲一些城市里面的故事这样。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整张专辑，因为是一个蓝色小说的形式，所以我们最近表演都是以蓝色的方式呈现。对，然后包括我的头发啊，对，包括你的头发，我的外套。那就对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，就是现在的氛围，就是在城市中，然后人来人往的样子。然后这是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是田约翰，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的停留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田约翰。谢谢田约翰，谢谢俊伟，我们也很期待他们的新作品，对不对？非常期待。